副省级城市有哪些？中国的副省级城市有15个，分别是沈阳、大连、长春、哈尔滨、南京、杭州、青岛、济南、宁波、厦门、武汉、成都、西安、广州、深圳。其中深圳、大连、青岛、厦门、宁波是计划单列市，其他都是省会城市。副省级市是中国行政架构为副省级建制的省辖市，其行政级别正式施行于1994年2月25日，其前身为计划单列市。副省级市的确立不仅有利于加快城市的经济与社会发展，而且有利于更好地发挥中心城市的辐射作用。